Hello， 如果大家有睇我针灸条片咧，都知道我其实咧每个星期都要去针灸一次啦，至少最后一个月就可以脱离针灸嘅痛苦啦。咁就 book 咗两点啦，依家系1:09啦。同埋咧，新嘅一年咧，我决定系会戒粗口嘅，至少喺我个 channel 度唔会再有粗口嘅出现咯。所以咧，如果系好中意听我讲粗口嘅观众咧，真系唔好意思啦。你哋睇翻之前啲片啦，因為我決定今年我要戒粗口啦。其實我本身自己咧就覺得講粗口咧就唔代表人格差啦，或者人品有問題啦。但係即係好多人都反映覺得我係爛口嘅。咁爛口我確實咧又真係覺得係真係有咁嘅回事。咁所以我決定改善咯。係啦，就係、是、咁簡單。希望我做到啦。如果戒粗口，加到咗小西灣、南灣半島啦，之後就嚟針灸啦。時間啱啱好2:00。超級準時啊！我真係，但我啲頭髮勁樣衰啦，外翹。見唔見到啊？有窿噶。我依家咧就針灸完啦，咁就去邊好咧？我唔想翻屋企啊！你大家都知道我唔中意鬼家。我依家要去銅鑼灣，之後揾下地方坐低。而家就搭8P。依家嚟到城飯食嘢先，肚餓啊，晏晝都未食，自己一個食嘢啊！我行錯路，應該喺下面嗰個food court。傻仔，啱啱喺個巴士度瞓著咗，隔離坐住個阿伯咧，真係嗌咗落去啦。搭咗1小時先出到嚟銅鑼灣。食嘢是我人生之中覺得最舒服和最開心的事。其實不怕告訴你知，我以前是不會自己一個吃飯的，無論是上學、上工甚至是出街，我都是不會自己一個擦台腳的，因為我真的覺得很孤獨，我寧願不吃，我都不會自己叫一個人餐，之後坐一個二人位或者四人位自己一個吃飯，真的未試過，不是少咯，真的很少，我寧願不吃咯。但現在我發覺呢，有 friend 是一件很麻煩的事，你經常跟一個 friend 黏在一起，即是他如果有一天他背叛了你，或者是他有事做啦，佢再都陪唔到你咁多啦，唔陪你食饭咧，就成个空虚感出咗嚟啦。咁所以我依家都系选择自己一个食饭，都唔系好惨嘅，其实我觉得。不过我以前系唔会咯，所以依家都要习惯下自己一个。其实真系同旅行一样咯。其实我一直咧都揾唔到一个旅伴陪我去旅行啦，咁所以我先自己一个去嘅啫。如果唔系，我唔需要自己一个去。同埋咧，你哋成日问话。如果我買了部機咧，冇嗰隻錶咧，咁樣點樣睇啦？其實咧係可以喺個手機度咧 down 個 apps， 咁你就可以喺個 apps 度睇翻咧，你就開個 apps 之後睇翻自己嘅樣子就 OK 啦，唔使要隻錶咯。其實之後咧又俾人放飛機咯，放飛機啊！我真係好憎人哋放飛機咯，依家我唔知佢想點咯，佢當唔當我係 friend 㗎？次次都記得第二個唔記得我，我咪真係咁唔重要啊？但係佢咁憎我啊，憎到我係我要放飛機幾次先夠啊 ！Sally， 我哋要笑多啲，少啲負能量。好，我上車先，係上唔到算下架啦。結果塞咗成個鐘車，終於到咗灣仔啦。有冇諗過銅鑼灣去灣仔竟然要成個鐘遲到啦？啱啱咧去完個 workshop 咧，攞咗一大堆試用品啦，咁翻屋企試下嘅。之後依家咧就要去地鐵站，衝去呢個馬鞍山。你明明港島去馬鞍山係幾咁遙遠咧？食翻啲嘢之後食糖水，之後就翻屋企瞓覺啦。我買咗兩個泡芙啊！上次見到 Michael 咧話好食啊，點知我就買咗啦。嘟嘟，係啊，成撇屎咁樣俾人撞到。
鐘嘅馬鞍山。到啦，到啦。我依家坐咗喺 Starbucks 度等 friend。抹茶拿鐵。好幸福嘅味道啊！有好孤獨嘅味道啊！即系依家要外等。通常咧，我喺度等佢嘅時候咧，就會準備一本簿啦。哇！我真的沒想過可以整得咁耐，同埋繼續 keep 住寫咯。可能因為我有拍片咧，所以不可以停咯。俾大家看看，我已經寫到咁滿。呢個就是一月份的手帳啦。之後咧，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平時等人嗰陣時咧會做啲咩啦。就是攞一支黑色的筆，然後寫呢些頹廢的日常咯。用一支筆咧係方便啲，可以走天涯啦，同埋都好簡單、好分明咯。所以我好中意黑色嘅本。翻咧就會 mark 低我做 gym 嘅記錄啊！即係超好用嘅無印黑色筆，記得要買呢個頭喎，呢個頭先好用。得唔得？涼粉有涼粉味。菠蘿是菠蘿罐頭，真的啦。然後珍珠應該是自己煲的，我想啲椰果罐頭啦，蘆薈罐頭啦，試下個白色涼粉先。咩啊？涼粉有涼粉味啦，得咯。白色涼粉係咩味？椰子味啩，但系佢嗰种质感好，好似大菜糕。其实马鞍山都唔系好远嘅，我谂咪就咁得啦。拜拜。次次都同我讲无啦，同我讲放飞机咯，话唔得啊，约咗第二个人啊，呢个时间唔得，可唔可以改第二日啊？咁样。好嬲咯！